你带着马朝西边走，那天边就是天山大草原呐！你看，这是乾隆爷在世的时候把香妃的灵柩送回伊犁的路线图，你就按着路线图走，就一定能找到天山大草原。去吧，一定能找到的。你要按着路线图走，你肯定会找到天山大草原。这么大的事儿，为什么选我？这大清国，不，大明国有这么多的人，为什么偏偏选我赵虚竹呢？这是天意呀，这可是天地之意呀，不可为呀！汗血马。赵西主，我拜托了。索大人，谁给您的汗血马呀？啊！一个像神仙一样的一道白影子在我面前一闪，他是在帮助我们呢。啊！看来有人帮助我们呀。对，走。这样走谁也出不去。我去看看，你在这等着啊。施主，快过来！哎，宝儿，快，快，快呀！哎，快点儿！哦，快！赵公公，这是有人在帮咱们，是老天爷在帮咱们呢。不，是老天爷在帮宝儿。对，快！赵公公，快走！来，宝儿，走，快走！哎，赵公公，走啊！你先走，我回头去找你啊！你这是怎么了？我把小人忘在屋里了。哎，不就是一个木头人吗？木头人也是人嘛！我不能把他独个扔在宫里嘛！哎，你知道马神庙在哪儿吗？我知道。对，
你就在那儿等我啊。哎，赵公公，您这一回去还出得来吗？哎呀，马都能出宫还愁人吗？宝儿快走，宝儿快走，走。对了，遇见剃头铺啊，把辫子剪了，不然你那脑袋就保不住了，明白吗？明白了。明白就快走。您可小心，我在这等您啊。哎，回城。归城。我跟你说，你得放下御马的架子，出了宫你就不再是御马了。哎，你听见我说话没有啊？你得像那些拉车的马一样，把头低着，把尾巴呢都藏着，这样人家才认不出你是御马，回头啊也不会再来抢你了。哎，我说宝儿，你能不能听我一句话呀？你现在真得忘了自己是宫里的御马，你已经到民间了。就是民间的马了，你听见了吗？啊，来，宝儿，我答应了赵公公，要去把辫子给剪了。哎呀，你听我说，你乖乖的呀，在这等着我，好吗？听话。嗯。哎呦，这位小爷，老板。哎，您刚才牵着马上哪儿去了？我刚才上街去遛马去了。哦，哎，还有什么事儿吗？我现在还得出去一趟。对了，老板，我出去的时候，您帮我看着点我的马。哎，您放心，没得说啊。谢谢啊。哎哎
您瞧瞧我这好东西啊，不错不错不错，哎啊，这我先拿走了，好嘞，好嘞，哎，回见啊，哎，走，好，哎。怎么样，还行吧？哎，还行还行还行啊，不错不错，得嘞得嘞得嘞，那这位爷，哎，回见啊，哎，回见慢走，哎，好嘞好嘞，哎，哟，这位小爷，您请，哎，来来坐坐坐，哎呦，哎来，哎，哎这位官人，您是理个中式的呀，还是理个西式的？西式的什么呀？西式的是一边倒，那中式的呢？这中式的是两片瓦，那就来两片瓦吧。哎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来来来，您请坐，您坐着，哎，哎呀，两片瓦是吧？好，哎呀。哟，我说，这位官人，您，您这我说，我瞧瞧，哎，哟，您怎着还留着辫子呢？这个，哎，这都什么年头了，您还大清着，啊？什么叫大清着？嘿，大清着呀，就是说这身子到了民国了，这脑袋呀还在大清呢。其实啊，啊，这辫子是早该剪了。哎哎，这位爷。您是刚由打宫里出来的吗？刚出来三四天，啊，剪吧。得嘞。宝儿，你看看我这个头好不好看啊？嗯，看清楚了啊。嗯，反正我觉得吧，挺别扭的。你是不是也觉得挺别扭的？嗯，还是很好看的哦。哎，你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？咦，这马吃东西的样子可真好看，那人吃东西的样子是不是也挺好看的？哎，跟我爹说了，我小时候吃饭的时候。老用五个手指啊，托着碗底。我爹说啊，那是要饭的命，命不好。你是不是想说，想问我挨没挨过打？挨打了。挨了几次打之后啊，我就改了。你想说我爹是个好爹，对不对？对，他是为我好，不想让我啊成为一个要饭的人。可你知道吗？要饭的人，他的命都不会长的。我爹前几年就死了，看把你给急的。你是不是在想，我提起伤心的事了？没事儿啊。今天晚上我可要睡这儿了啊，好不好？哎，哎，宝儿，你说这人把辫子给剪了。咋就那么舒服呢？哎哎哎哎，干嘛不说话呀？你是不是觉得我不应该睡在这儿啊？来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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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要是不叫你宝儿，我才不会睡在这儿呢。不过。因为你是汗血马，那么多人抢着你夺着你，
当然了，你看索大人为了你用枪把自己的脑袋都给打碎了，对不对啊？我要是离你远了，你要是出什么差错的话，那我怎么对得起你，更对不起索大人了，对不对啊？哟，跟谁说话呢？我自己说着玩呢。哎，你不睡炕怎么睡到马棚来了？我想陪陪他。怎么着，怕人偷啊？哎呦，我说这位客官啊，看您这模样像是从宫里出来的吧？是啊。认识宫里的赵公公啊？赵公公？啊，宫里有好多姓赵的公公，您说的是哪位赵公公啊？还会是哪位呀？当然是皇上跟前行走的那位赵公公了。啊，您说的是赵万协赵公公？啊，对，就是赵万协，我跟他呀还是本家表兄弟呢。真的？哎，赵公公，那可是我的恩师啊。哦，这天下呀，说大就大，说小还真小，这么一抬头，嘿，就撞到屋檐上了。你该早说才对呀！啊，要是早知道您跟赵公公这么相熟，我还收您的店钱干嘛呀？哈，哎，上房啊都给您准备好了，但是呢，您得先陪我喝两盅，怎么样？啊，真是不好意思，我不会喝酒。哎呦！哎呦喂，您瞅瞅我这记性真糊涂，赵爱协早就跟我说过了，这宫里干活的都不会喝酒。哎，不过呢，瞅您这副身子骨，那跟塌了秧似的，那脸都绿了。你快回炕上去啊，这儿有我呢，替你看着，出不了什么事儿的啊。我还是想陪陪他。哎呀，这陪他干什么？去吧去吧，放心啊，有我呢。放心。那我不睡时了，有什么事儿你马上叫我。哎，你放心，你去睡去吧。啊，谢谢啊。走，去吧去吧去吧。啊，放心啊，去吧。哎，宝儿，我可去了，你要听话啊。哎，你放心吧，啊，去吧。这不是白大小姐吗？在下是豆壳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去年我请你唱过堂会。去年是白大小姐请洋人的客，在您家唱了一宿的《南天门》和《火焰居》，点的都是些惨戏。要是在下没有记错的话，您的那些洋客人听得都掉泪了吧？豆爷今儿晚上又去唱堂会了。啊，正是。这九春宴就属豆爷的戏好。啊，哪天得了闲，我再听你吊嗓子。啊。呦喂！我说我这一直纳闷呢，那套爷扔了缰绳以后，按照汉前马的秉性，他应该跟着主人走啊，可他却纹丝没动。这宝马经上不都写着了吗？主人之一，披于马背，马站立不动者，为宝马。
套爷真有你的，你是怕那些不懂事的士兵开了枪，伤了汗血宝马，所以你才自杀了。套爷，爷们儿，爷们儿啊，这宝马精可真是使宝马的慧眼呐！啊，请到东直门外。哎，谁啊谁啊，出来啊。哟呵，是你啊，白蛾子，你叫我到这儿来干什么呀？你欠我的十二万大洋该还了吧？十二万大洋，我欠你的？那天晚上在马神庙外说的话忘了？啊，我想起来了，本来是索望义欠你的，你非赖到我头上了。这笔钱本该是索望义欠的，可是你把人家的眼珠子给取走了，这笔钱理应你替他还上。哦，我给你的那把枪你带来了吗？啊，这儿呢。枪膛里有两颗子弹，一颗子弹你已经打掉了，还有一颗你自己看着办吧，是留给你自己呢，还是留给我白蛾子呢？我呀，有一把专门打蛾子的扑扇，信吗？哎呦，哎，这什么玩意儿啊？这是？索王爷已经死了，这钱更得你还了。行，撅我栽了。随你发落。哼，哎呦，嘿，白蛾子，我去也跟你没完。再说一遍，流氓，流氓，你给我流氓！您帮我喂马呢？哟，这么早你就起床了？我放心不下他。早，这可是好马呀！啊，就是瘦了点儿，你看看肋骨都出来了，我看着心疼啊！哎，好好喂他两三个月，保准他膘肥体壮。你别牵着他到处走了，招人显眼的，真丢了，可惜呀！你放心吧，有我替你看着，出不了事儿。我来喂马吧，喂马的活我懂点儿。哎，不劳你动手了啊！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这马呀，
他由我来替你看着呀，什么事儿也没有。哎，对了，你这不是刚剃了头吗？这好头啊，得配好衣服啊！啊，就你这宫里这身衣服，如今再穿着它，哎，就被人笑话喽。哎，去趟天桥，上古衣摊儿，给自己挑几身合适的，别再给赵公公丢脸才对呀，是不是啊？啊？哎，宝儿，我出去买趟衣服，你在这等我啊。哎，你放心，你放心啊，有我这儿替你喂着，你就放心吧。那谢谢你了。放心吧，一百个放心。哎呦，您这衣服穿的多合适啊，您看。就您穿着合适，合适吧？合适，合适啊！常来啊！哎，请进，回头见啊！哎，撤！撤！看见这长城了吗？看见了长城，到京城就好走了。真漂亮！你看那，你看那，我看见了。好，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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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怎么了？让一下，让一下，哎，让一下啊！让开，让开，让一下！哎呦喂！哎，让一下，让开，让开。哎，得，谢谢您啊，哥。你们先回去吧。是。哥哥。行啊。白大小姐，这就走了。豆儿爷，又在这见到你了。白大小姐不在坐坐了吗？没听到豆儿爷的戏，有些扫兴。今天来又没见着豆儿爷，都忘了京戏怎么唱了。这几个月堂会多了些，少了些修饰，让白大小姐见笑了。能请动豆儿爷唱堂会的主子，想必是麻大帅了。这满京城都知道麻大帅，他不但是一个马痴，还是个戏痴。这么多士兵送回来，挺气派。后会有期。爹死了是吗？嗯，今天是他三个月的忌日。爹是怎么死的？爹说想让我做太监，他说没准哪一天宫里有了新皇帝，我也有口好饭吃。可咱爹大把我送到刀子里那儿，自己上吊死了。弟弟，哎，搁这儿吧。你一直是靠乞讨为生是吗？嗯。哥知道你日子不好过，可是哥帮不了你。哥，你能当戏子，弟弟也能当戏子。我早就看出来了，你想到九春院来学戏是吗？我能成吗？不成。不成，哥能学唱戏，我为什么不能？灯草，你真的以为哥在唱戏吗？
哥穿着戏服，挂着戏牌，不是在唱戏吗？哥别骗我了，自打爹去世后，我天天晚上到九春院的大门口来看你，每天晚上我都看见你穿着一身戏服从戏院子里出来，上了马车，后半夜的时候马车又回来了，你穿着戏服从马车里下来，还有当兵的送你回来呢。别说了，总之你记住哥的一句话，在这个世道上任何行当都可以做，就是不能做戏子。哥做戏子总比做太监好。如果哥还能做太监的话，哥一定会亲手把自己禁了，绝不唱戏。哥，您受什么委屈了？邓草，这是哥自己的事情，你不要管。总之以后不要再来九春院找哥了，哥也不想再见到你了。为什么？哥的身子已经不干净了。我的身子也不干净啊，天冷没地方洗澡。邓草，带上这些钱，回家买几只羊，做个羊倌吧。给您钱，哎，您慢走。哎，谢谢啊。哎，给。嗯，能都吃完吗？能吃完。你叫什么？我呀，我叫赵细竹。哦，对了，这是我爹给我起的名儿。细竹哥，你不是说你是宫里的人吗？怎么跑出宫来了？现在已经是民国的天下了，我还待在宫里干嘛呀？还回去吗？打死我也不回去。为什么？这些年宫里的怪事儿、奇事儿、吓人的事儿都让我给赶上了。嗯，是我命不好，就像这鞋沾土。那不是命不好，是你命太好。嗯，这话怎么讲？命太好的人就有鞋穿。豆豆姐，厅长，细竹哥兜里最后两个铜板，可都一个铜板一只鞋，全都在你脚上了。嗯，细竹哥，我要是少一条腿，你就省下一个铜板了。要不你现在就砍下一条腿来吧。我看你呀，这应该学唱戏去，准能学成。怎么了？没事，往后你别在我面前提学戏的事儿。哦，对了。你不是有个哥哥在九春院唱戏吗？嗯，叫什么来着？豆壳。豆壳。对呀，你跟他说，把道理讲清楚，就说你想学戏了。我想他肯定会答应的。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我哥不让我学戏。他是你亲哥吗？亲哥。既然是你亲哥，你爹妈又都死了，他不能不管你啊。你跟他讲好了，我想他肯定会答应你的。细竹哥，我就认你是我的亲哥吧。邓草，嗯，邓。
邓草，细竹哥还有好多事儿呢。要是没有这些事儿啊，我可以当你的亲哥。细竹哥答应别人要把一匹马送到天山去。不就送匹马吗？再远几天就打道回府。我跟你一块儿去送马，抱个草料，刷个马背，这活我干过。好了，细竹哥真的要走了。细竹哥那匹马呀，寄宿在别人的店里，也不知道店主给没给他喂草料。走了。哎，细竹哥。嗯。细竹哥，你还有马骑啊？我不会骑马。你连马都不会骑？不信，看你腿也不短啊。我跟你说个秘密好不好？嗯。这马。可是皇上的御马。你到御马了？哎，跟你说不清。好啊，你也是贼，那咱们是同行喽。同行？是啊，你不也是贼吗？你说你是贼？盗马贼。我俩不是同行，不是同行。嘿，这匹马的手工活真细，跟真的似的。这是一公一母的汗血马。汗血马呀、啊、那公马几个月前被一个小太监买走了。那汗血马可是价值连城的好马呀。这匹马和汗血宝马一模一样，您看这木工活多精细啊。那这匹汗血宝马我买了，我们有缘啊。你要真有汗血宝马还能活吗？你记住了，自古以来啊，这汗血宝马就没有善终的啊。哎呦，谁说汗血马没有善终的？谁说他没有善终？谁说的？你不就是买我那匹汗血宝马的小太监吗？怎么这事儿打扮了？邓草，你在这等我，我办完了事儿，我就回来找你啊！别跟着我了啊！马神，求你保佑我，将汗血马平安地送回天山草原。我知道这一路会有许多的沟沟坎坎。我赵细竹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，一没学过文，二没习过武，就连马背我也没爬上去过。让我送马，那真是难为我了。不过我要是不送汗血马，他就回不了天山草原。他已经离开皇宫，就不再是御马了。他得回家去，得回自己的家去。他的这份心情啊，我懂。马神菩萨，我赵细竹也是个回不了家的人。我离开皇宫就天天在想我要回家，可我的家在哪儿啊？马神菩萨，这是我赵细竹平生第一次求菩萨保佑。因为我没本事，我只好来求您。我只求您一件事，那就是如果我不能把汗血宝马送回天山草原，那您就帮我找一个好心的人把它送回去，一定要让它有个善终。如果您答应了我的要求，您就把这个汗血马收下好不好？
求求您了，马神菩萨。牵走了，牵走了，谁牵走的呀？啊，从宫里来了个公公，说是你的朋友，他说有匹马寄到你这儿了，见你没在，就给牵走了。哎，对了，还让我告诉你一声呢。哎，那个牵走马的长什么样啊？长得跟你差不多呀。他牵哪儿去了呀？他牵了马就走了，我也没敢多问呢。怎么？哎，可是这人不是你的朋友啊！你这，哎呀，这，哎，你干嘛去啊？哎，我找马去。你这，子香啊啊啊啊！大江东去，千秋万代，穿一马，大江东去。
千秋啊。